齒輪雲台 Jet Paul 新威 Photo 嘅，咁啊而家揾隻 Neo Photo 嘅25擺埋上一齊玩一下啦，係啦，咁啊試下裝機俾大家玩一下，究竟呢啲齒輪雲台有咩特別好玩嘅地方啦？咁啊擺好個位俾大家先，係啦，咁啊等大家都睇得清清楚楚啦，咁啊著機啦。咁啊，其實咧，佢咧依啲掣有兩粒，最主要係拍樓嘅。咁通常用咧個底盤咧向翻呢邊啦，咁跟住呢個咧，呢個就鎖啦。鎖完之後咧就咁樣轉啦。OK。咁咧其實你鬆咗呢個之後咧，就可以咁樣擺，係唔會跌嘅，即係唔會好似普通波頭嗰啲會向下墜嘅。今日都可以快速校到角度啦。OK。好啦。咁假使譬如我校到一個角度，啊，我想微調啦，扭一下，鎖咗之後，咁依個咧就前後俯仰啦，跟住左右啦，咁可以好輕微咁微調嘅，校好個水平，上下角度，係啦，咁啊如果轉側邊俾大家睇咧，就會咁樣睇啦嚇。呢個俯仰啦，咁我好輕微咁慢慢調，調翻靚仔，佢一定唔會耷嘅，係啦，跟住左右啦，就係咁啦。咁所以咧，呢啲齒輪雲台咧，其實影風景啊、影建築啊，其實係一件非常之好嘅器材嘅。咁亦都唔需要再擔心咧，突然轟一聲個波頭跌啦。咁譬如你扭完咯，而家我又校第二個角度啦，鬆一下啫，鬆少少，咁基本上已經可以喐得好緊要噶啦，係啦。即係可以校到咁嘅角度之後，鎖一下，鎖翻實佢，校翻上嚟，向天，向翻高啲，又得。咁啊，快啲，哦，一要快啲，鬆咗呢個，搞掂。都好穩嘅，這個呢要鬆很多才鬆得甩，它上下都有一個轉盤的比埋你了。